想吃。我想吃开心果。好的。嗯。吃点干果，来点优质的脂肪，加点能量。谢沈阳色魔蓝莲汉的浪漫营地，谢谢。我这两点刚锻炼完啊，我每次我一锻炼完，我就想给你们看看我的成果，真的。今天在你山头，兄弟们，哇、wow ！不说别的，兄弟们是真帅。嗯嗯，嘿，哇，没问题。咋没声儿呢？然后我在想，我昨天有一把不是没玩了吗？昨天我有一把那个，你还记得吗，大哥？啥？昨天我有一把，昨天，哎，我有个无线接口去哪了？这个板子我拿个沙口怎么样？这个板子沙口可以啊，沙口。你觉得这个板子他们的阵容，我拿沙口还是拿什么？你就来沙口，我操，这把我来这可无敌了，无敌了！我看看他来啥？来个沙口。我给你来全牌，整个牌，我操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无线接收器了，我操！无敌了。全 AD。玩一手石头人，我就怕他上路选 AP， 你知道吗？漏了一个无线接收器。行，就这么来吧。整石头人不更无敌？我怕他来 AP。这把对面已经输了。你无线接收器给我丢了吗？已经输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我键盘的接收器不见，玩个这个不至于插 U 盘吧？这个我主打的就是一刀流。键盘接收器，你无线键盘啊？对，用的那个之前用的那个，现在都整这些无线的啊！我发现啊，因为不用插的，很舒服，很柔顺。不是，那不会有延迟吗？这种的，不会，因为离得很近，你只要把接收器插好就行。大哥，你打不打？不打，太废了。忘出门，外面出门装了。咱家四点盐，四点盐，带虚弱好了。我操，这怎么全带点盐啊？这俩点盐真凶啊！你俩商量一下，谁先用啊？这一会儿两个点盐用重了。帮我打这个。OK， 这边都要收掉了。哦，那个是口罩，
一级学的意义。炉火的咆哮，金属的冥想，就是我的作品正在发生。哇，你好凶啊！为什么这么凶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快！流星太大了，瞧一下。为什么凶凶我？你们觉得我那惩戒该不该交？那不。投你，大哥，上路他想弄你吗？他弄不了我，但我们俩可以弄他，弄不弄？你说弄我就直接弄他。我在过来路上，我在过来路上，我在过来路上。等你来啊！我开下眼，我开完了，他没看见我就被开眼。起。我有闪能追上吗？我能 A 他一下啊！我扛下塔，你出来吗？没事，换了，不用推啊，这不用推，你走就行。哦，正好他扣了一下，不错。我可没死，只是我的火炉小。你说我这波有没有我们两个这波能不能杀他不死的办法有吗？你先不放扣。他能死，你先上去，先准备 A 他一，等他闪了，我们再放口。我先完了，我这个位置抢到这个野怪不太好，被他抓了。我先不放 Q， 对你先往前走，我走上来。哦 ，OK 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上一颗受教了，就是霉运倒霉了。这波上来掉300，还掉一个河蟹，太亏了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感觉思想出了点问题。他把那个河蟹挡，到上面这里有个人。我应该把网页关了。刷一下，下波能抓了。打野的下半野区，下半野区是吧？确定吗？现在应该有，确定确定，应该是大概率，确定。好嘞，我要杀他。确定个屁！你能杀吗？我来帮你，要帮忙，能走两吗？不需要帮忙，能走。不需要是吧？OK。来也可以，我这波溜了，可以双杀。你可以往我这儿走来，你可以往我这儿走。来，往这走。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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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走。
OK。小喵。可以吃个塔皮儿。来来来来。没见过吧，上单养打野的见过吗？可以，你这你拿头没问题，你这一杀口得拿银头。先来个日炎给他，还是再来个冰拳呢。人类也做过一些好事，比如啤酒，黑啤酒，巧克力蛋糕。闪电王，没错。完了，我输了，大哥。没呛到呢，哎呀，别急别急，等会儿你会知道这都有回报，你别急。反正有效，杨来，杨过，起，我死了。刚开银好像在这儿呢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就不交闪了。下波他没闪，我得杀他。开银在你上了是吧？嗯，他应该是在上，我看到那个光了。别急，好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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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别觉得这人头我拿了有什么不好，别急不急。他没闪，我们俩这波可以杀他。但是啊，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这个血量有点低，嗯、我等等我二十秒，我有大再杀他。你血有点少，他能秒你。15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也曾经有过追随者，他们尽力，一定能。我等你。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你直接叫，你直接叫，你直接叫。嗯，可以杀，杀吧，可以杀。为什么大假的？不知道的。到底
就我都贼啊，我都刁啊，我上来先开个大上来，他人都是晕的，看出来了啊，他人比较晕。那晕不晕嘛？他都不知道大不大嘛？着急忙慌的大呗，大个假的，这也懵了呀。我的下路要死。你们说这奥恩是主 Q 还是主 E 呢？不是主 Q 啊，副 Q 呢？看情况，那算了吧，周一对点吧，我整个看情况。上点火好。我曾经用一座山和一个世界之树造了好几套。要哎呀，蹭！哎，奇，大信号怎么这么多？算了，他还也上了，拉倒。信号太多了，没他男刀抓得快啊！这不他妈打人啊，大哥。嗯。杨过，完事了，没事，我拿一打无敌了。哦，好上，吵架了。你知道凯隐在哪吗，大哥？在我的旁边。啊！这是。凯隐在哪儿？别管预判打野，你问一下队友，问都不能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我的工作？问一下吧，问也不让问，那是真严格。老熔炉又燃起火了，谢谢猴哥八把大龙柱长长的飞机，谢谢雨不许不雨的钻石粉丝，谢谢。冻结，哎呦，帮我补一点点伤害就行啊，这没补上伤害啊，完了，给我拒了，我操，谢谢猪猪牌里气小猴。这下有点亏啊，太亏了。哎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在螃蟹聚我的时候，我直接开一手 W， 他还能给我拽过来吗？无法被控制吧。OK， 三伯哥看见了。是一点伤害没补，不能补一点点就行。哦，明白了。
那波二打二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，你先别上啊！你看我位置来。OK。还有个螃蟹，对，你看我位置。先杀螃蟹可以。我能隐身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就不好打了。我属于是血瓶了，你明白吧？我知道，但他们伤害全打我身上了。哪些？他十一级，我大招刚开，在那里打那个。还有点高。啊！感谢周伯通开通的钻石粉丝，感谢周伯通。开影，好舒服，这样子说。他能把先锋拿了，拿我蓝。哎，这把得绕这个 ADC 打了 ，ADC 伤害血能打得出来。我血难打。中路先锋了。嗯。我清一下兵呗。大哥，你这样上可能有点顶不太住。怎么的？上他就死，我们直接走。给我杀！妈了个巴子！你咋那么狂呢？你给我狂啥呀？你千万别被打着啊！完了，给你拒了。我退不回来，我操！队友呢？队友还来是不来了？哦，他吹波扣，带劲！完了，我操！我操，真肉啊，大哥！我走，看你的了。他没伤害。又是又啊，就是没啥伤害。我这把输出没那么高。我喜欢二手蓝盾，这样就会少一些无意的伤害。想不到，没抢到大哥，没事儿。AD 要被切了，得保一下 AD。六。哎，其实我就应该溜，感觉。哎，这凭啥？我说这凭啥？我都已经吐息了，还能给我变小可爱呢？凭啥呢？七岁，白银我是真处理不了，别的我还行。我现在遇到这种我切不进去，切不动。感谢我 Forever Young 的春风大火，谢谢 Forever Young。感谢我血手狂欢哥。白银谁处理一下？还有两个小鬼大飞机，老熔炉又燃起火了。对，奥恩是。
发制人。打不动啊，没有 AD。这虚区太低了。哇操，大都开不出来，就被两刀秒了。我们家伤害有点低。我这要磨一磨才能上啊。中单问题。中单有点拉，哎呀，本来我寻思我整个右这把是不是无敌了，没想到啊，整个右还得他妈的，还得给中单打伤害，这是我的失策，我的失策，没事，下把我来个血清型英雄，杀口在这个位置不是很得劲了，已经。没办法，叱咤风云了，得换个思路了。